早晨，我的發言咧應該係用唔曬15分鐘嘅，咁我會盡量把握時間。首先咧，我當然係會去支持許智峯議員去提出否決或者係即係修訂呢一個關於延展防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相關嘅附屬法例，即係特指嘅係關於限聚令同埋限商令相關嘅條文。但係都事實上咧，我會認為嘅即係呢一個嘅議案咧，其實本身都係只係一個形式嘅決定。事因嘅就係話佢喺我哋社會所帶嚟嘅破壞已經係既成事實。佢帶嚟嘅破壞咧，早喺限聚令、限商令發布或者公布嘅時候咧，大家都理應該係察覺噶啦。我喺3月31日嘅時候咧，曾經去過一封信俾衛生署署長，就住呢一個599章，尤其係關於限聚令、限商令嘅部分咧，我提出咗幾個問題。第一，點解喺所謂執法人員佢哋執法嘅時候係會去高調指控兩間係立場鮮明嘅食肆係進行執法？第二，點解衛生署署長佢係有一個絕對嘅權力去委任公職人員去查問食客嘅文件身份？主席，我理解並不是討論細節嘅場合，但我只需要係展明我去反對延展呢一個嘅599章咧，係因為由佢去實施嘅初期，一實施嘅一剎那，我就對佢反對。限聚限商令本身，佢係必然係香港呢個特區政府行政霸權底下，佢去實施佢個極權管治嘅產物。無論個手段或者個目的，都必然係以一個社區衛生或者係預防疾病之名，是進行在日常生活上的入侵。議員，我明白，你也明白，這個辯論環節呢是很窄的。我理解的，我理解的。所以請你回回這個辯論，我會盡量。我們不是辯論條附屬法例的優劣，而是講過延展，請你回來延展這裡，好嗎？個延展本身係必然涉及當中優劣嘅，我會盡量係將佢核心部分指出。問題就係點解特區政府可以係冇任何嘅機關監察底下，衛生署署長係可以任命任何嘅公職人員喺食肆裏面去查身份證，同埋有所謂驅散集會嘅權力？呢一樣嘢係我最核心的理由，點解係反對延展？在呢一刻，再不是即係話要求延展下去的話咧，頭先講嘅嘢我講完嘅啦。問題嘅就係為何係有絕對嘅權力，係可以冇議會嘅監察，係可以過橋之後，即使你去到法庭嘅時候，法庭可能如果你話就住佢會唔會當中嗰個程序係有問題嘅話？他一句說話啫，既成事實，不再受理，就冇任何嘅監察可言啦。所以呢個係基本嘅原理，亦都希望如果市民係站喺一個自由主義者嘅角度去衡量何謂限聚限商令嘅話咧，你應該一開始去反對，並不是可能係配合政權影相啦，睇下有冇人喺食客唔戴口罩啦，諸如此類相關嘅行為，呢啲唔再去湧聚。好啦，我簡單去講點解係反對延展。第一，明顯嘅就係而家喺個市況上咧，市民就住個疫症或者瘟疫嗰個監控，大家都有意識，距離上咯，佩戴口罩咯，亦都事實上喺2月嘅時候，瘟疫一爆發嘅時間，我唔認為係政府嘅功勞，政府係完全冇任何意識係作出任何嘅措施。是因為香港人在3日之內，90%的香港人都懂得戴個口罩，這個是沙士帶來的痛苦的慘劇、痛苦的經驗。所以換言之，以今日去看，所謂防疫有效、有效果，並不是特區政府限聚限商令的使然，是香港市民本身自律，本來我們是有衛生的常識，我希望大家明白的，大家清楚的。好了，
咁但係佢而家個延展點解要反對？是因佢為我哋嘅社會帶嚟嘅負面效果，已經係去到連商界、功能組別嘅議員都明顯接受得到佢哋界別嘅壓力。第一樣嘢，已經唔係一間或者兩間香港嘅企業或者係小商店倒閉，去到老牌嘅連鎖店都要賣衫都要易手。明明好雞肋嘅一個交通，即係渡輪，都要賣俾大陸嘅企業。我嘅立場好簡單嘅啫，站喺一個本土自由主義嘅主義者嘅角度，你應該喺本地經濟呢一刻受到侵害嘅時間，你就望一望相關嘅行政法規，係唔係喺一個瘟疫嘅底下，令到本來已經水深火熱嘅行業係火上加油？即是換言之，現在的限商令它所帶來的政治效果是進一步赤化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勢力。我第二次提醒你，請你回到這個辯論，這就是反對延展的理由。我不是說的條文了，它帶來的 implication 就是在政治上令到香港的本地商界都會擔心，哇，生意都做不到，咁點算啊？你話喺個食肆嗰度放寬咗，放寬緊可能大嘅酒樓、小商店一樣係叫苦連天。好啦，主席，你有啲唔耐煩啦，我講多一樣嘢，我算數啊，係即係你係針對我嘅，不過我又唔會衝擊你，我都講咗啦。我冇針對任何一位議員。你明顯係針對我啦，我琴日聽咗成日。我一定係要提醒議員，如果佢係離題，我同你距離比較遠啫。主席嘅責任，我知道，得啦 ，OK， 唔好咁長氣，唔好咁長氣，我都嫌自己長氣啦。老實講，我講嘅嘢原本嚟講兩分鐘講完嘅，就係同香港政府講咩嘥氣，爭啲講粗口添。第二樣反對延展的理由是，我希望大部分的市民明白，限商令、限聚令這個是政府維持著它好像是有管治緊個社會的存在的目的。但是明顯現在開始有零零星星大家反對的聲音，就著這個限聚令的不滿走出來聚集了。我只想帶出一點而已，限聚令在現在這一刻，它的政治效果是掩飾政權或者管治失敗的遮丑布。經濟蕭條、經濟衰退跟人民無關的，人民是不會令到自己做不到生意的，人民為了生計大家都希望安居樂業，搞到做不到生意的不是那些警察，找不到人家做不到生意的就是食環，搞不到做人做不到生意的就是林鄭政府。在個議程設定、在個輿論塑造底下，一般的群眾理解不到個政治效果，政府藉著限聚限商令去拿捏到大部分離地的香港人，或者偽道德香港人，戴個口罩覺得你道德一點那個的心態。因為大家都希望，不會自己的生命或者生命的健康受到影響，這個大家都同意的。但是你的生命之所以不會受到侵害，是政府最大的責任。政府當初它不封關的話，它往後後來任何的措施都是沒有立腳點的。我希望大家明白這一點。那個並不是說，喂，雞蛋去挑骨頭，明明林鄭這一下在防疫上打好個仗，打條毛咩？一開始你不封關，我講緊大陸的關口，就是你注定所有措施是沒有 mandate 的一步。所以為什麼反對延展？反對緊的本身，我不是講緊個措施有沒有效，而是這個政府它太多矛盾，而當中的矛盾大家是實實在在見到。現在的限商令、限聚令，它的確是未來的半年、未來的兩年香港步入陸續經濟衰退底下，林鄭她剩餘的任期的遮醜布，
就是說你班人經濟這麼差，你班人走出來搞事，去商場唱歌，搞到人家做不到生意，是不是你們的責任啊？那人在商場唱歌傳播瘟疫啊？那你不說在羅湖邊境隔離那些，這個大家一直都是這樣講的，過去關心的，在商場唱歌差佬入去要發胡椒噴霧驅散打人，拉個記者入去廁所痛嘔啊！喂，那些嘢搞搞埋埋，最終坐喺度全部嘅人受住壓力，功能組別嘅大家咿哇鬼叫喺商場，香港連商場都做唔住，連鎖店係要變賣啦。僅餘嗰個問題唔係講緊我哋嘅經濟板塊如何蠶食啊！呢一刻係全部香港人一齊破壞緊我哋營商自由最基本的原則，你應該是人人平等，營商的平等，消費的平等。這個我其實期望自由黨講的，誰知我講，作為一個自由，不好意思，邵家輝立即反應，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角度，鄭松泰議員請你回來，這個主席我講得太多了，這個是最後的警告，如果你再不回來辯論，我會停止你的發言。我的結論是，我講了十分鐘，我的結論是，如果我講得多下去的話，我就會變成一個右派，但香港其實沒有左沒有右，老實說大家都是 Ransicker。 收聲吧何君堯。喂喂，主席你他說話，你不警告他他聽到啦，你把聲音臭，你是否繼續發言？我要講的話我講完了，有腦的人聽得明，沒腦的人即刻笑，好像何君堯一樣，謹此發言。